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，歌手徐佳莹生了。他透过社群网站晒出宝宝小脚踝，并说我刚刚生了一个孩子，脚踝上写着徐佳莹之男，平安诞下儿子。经纪公司回复 iToday 星光云，是自然产，母子均安，我们全公司都非常开心，恭喜拉拉，徐佳莹生下儿子。图翻摄自脸书，拉了徐佳莹，徐佳莹晒出儿子小脚踝，双脚窝在被窝中上下晃动，相当可爱。而她预产期11月底到12月初，并选自然产诞下宝宝，且老公全程陪产。她透过网络一报喜讯，不到半小时就超过 3.5 万个按赞数，上千留言涌入狂贺，恭喜拉拉获得另外一个身份，你带了一个天使下凡来了。徐佳莹晒宝宝小脚踝，图翻摄自脸书，拉了徐佳莹。徐佳莹和相差11岁的音乐导演比尔贾结婚两年，手怀第一胎宝宝，期间挺着孕肚仍持续热爱的歌唱事业。她在接近预产期时宣布暂时放下所有工作，全力养胎，并透露孕后有请营养师调理，且怀孕以来脸型与四肢依然纤细无水肿，被公司同事戏称专长除了能唱能创作，还可以加上一条拥有最适合怀孕的优秀体质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